我今天在这里吃午餐，就在我家附近，福禄288号。你们觉得哪一样最好吃？我还蛮喜欢炖鱼的那个沙拉，生菜沙拉，尾鱼蛮好吃的哈。特别要推荐那个松露的意大利面，有人跟我抢着吃。松露意大利面好吃，还有那个小炸鸡很 juicy， 切进去那个水。对，我们干嘛跑出来外面说不拍料理给你吃呢？我们跑出来外面的意思是，最近在韩国、泰国、台湾最流行的螃蟹舞，现在冰冰姐来教你们跳哈，要学的都可以来，一起来，一起来。介绍哈。是我的老同事，他是罗曼丽啊，常做很多公益哦，唱歌好听哦，怎么唱？1、2、3，唱。好一朵美的茉莉花。因为天气很好，还是老公他不会。在演艺圈要不要脸，拍谁都不行。啊，这是林秀清，她不是我的资深同仁，啊，就是贵妇啊，贵妇。来，我来教他们跳螃蟹舞。螃蟹舞很简单，大家一起学，现在很流行。就一开始记得哈，要锤子哈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看懒波。那螃蟹从右到左，1、2、3、4，再从右到左，再1、2、3、4。那个腿，你有没有拍我的腿啊？腿跟脚要一起，换这边，1、2、1、2、2，是深蹲。Thank you.